我想我被撩着，撩撩撩，你说的我都撩撩撩，但你就对我撩撩撩，撩起来啊，撩得我舒服些。我跟我撩撩撩，你说的我都撩撩撩，你就对我撩撩撩，撩起来啊，就撩到老。欢迎 Eddie 老师。金曲游上台是 Eddie 老师的作品，然后金马奖我们入围的这家电影原创音乐，就是他也是入围者，所以非常谢谢他能够给予我在各方面的支持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是叫做《放羊的孩子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